天我们要包饺子，包饺子，包饺子，哎，包饺子，包饺子吃哦。哎，应该往里边放个硬币。手套已经戴上啊，来了啊，来了吗？哇，好香！开始了。这皮怎么捏不住啊？你得蘸蘸一点水。真的是一点常识没有。啊，我以为那个是喝的。哇，这手套好难弄啊！天哪。对，捏不住，捏。好难啊，感觉。水是拿手蘸吗？不是，水是拿水杯泡都可以。哇，水杯泡可以啊！我想说跟我奶奶给你泡的。对，我这个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像真的，像真的一样，像真的一样。像个真的能吃的饺子。身边除了我包的都挺好。哎，你那个挺好看，我觉得挺好看。我感觉这个馅儿有点太厚了，是吧？不是，这个皮有点太小。哦，第二个包不出大的饺子。哎，好饿啊，想吃。是啊。但我对生的饺子没兴趣。什么什么什么生的饺子？对他看生饺子看饿了吧？我也饿。肉很香，这个馅儿太香了，差点韭菜。哎，我们真的一会儿把它给煮了饺子。敢吃吗？哎呀，这个太难弄了，这个手套。我天哪！进食不行。饺子皮没干净。我呀。你吃吗？这是芹菜馅儿的是吧？芹菜肉是不是？猪肉。芹菜猪肉。酸菜猪肉馅。酸菜芹菜猪肉馅。你包了十年还没包出一个。他们讲包在那边学不小。十年之。他那个在尖角的那个包，韭菜盒子。哎，你怎么长这样？看了半天，李哥，我劝你不要搞这奇奇怪怪，我就不放这个，放弃吧，小人都快哭了。说我皮儿，你叠被子吧，你这是还得叠被子啊？不要侮辱饺子好吗？饺子做错了，不是饺子，我下光棍，饺子还下光，这个不行，是不是？没有人说你不行，真的啊？不是，那是光棍光的。我这是南方饺子，哎呀，你还我这是国外饺子，我是美国的安徽饺子，我这都是东北饺子。但是我好少像这种弄，别那么抠，肉多了它会散掉。我们自己吃，那就是以后啊，以后啊，不是，不给食堂啊，不给食堂，不给食堂，自己吃，大方点。我们应该就是晚上那个什么硬币的那个硬币。拍手背，拍手背，这一次全力冲击，这是叫跳起，你们叫你拍的，怎么这么丧啊？这是干啥呢？你这我这个看半天，李哥，我劝你不要搞这奇奇怪怪，玩皮，玩面皮呢？麻烦老师把机位给一下这边这个什么，真好，我这个饺子八都可以一起吧。我都说他在那玩面皮呢，千层面。我也有一张啊，谁上？皮皮上，我本来想动一个，你皮皮上，这个绝对好吃，兄弟，这张饼原地皮皮上。我小学的时候才能玩啊，我小学的时候才能玩啊。我小学就爱这么包。那我给你包一个创造性的价值的，好吧？实验性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包了四五个。有意思吗？包子没了，包饺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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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不错吧？这是蘸饺肉丝吗？哦。忍住了。我感觉就是。我觉得你像灵魂一捏，我就会像个元宝一样。谁是包什么呢？你这是什么？饺子，饺子。我们包这个才是饺子，你包的那个叫什么呀？我包的太丑了吧！我包完了，我也包完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？你是照样包的，太丑了！这什么？没吃过这样的饺子？今天就让你试一试吗？没吃过就能吃吧？这也才是饺子。我的饺子音。就一口吃就好了，你那个饺子得吃六口或者七口。你这个一口能吃完，我也是佩服这个人。干嘛？我给它捏紧一点，它肉就多一点嘛，它不然好散，我感觉这个肉。我必须玩玩肉香，一口五个。给我的饺子拍个照。大师 ，OK， 感谢。包一个闪电形状饺子，我这还有个脑瓜。肉丸子出来了。
过年吗？过年跟肉丸有什么关系？团团圆圆啦，你吃老八吧。好了，我再送你一个，我给你摆上一下。外面裹上一圈淀粉就好了。那边凉一点。那个外面裹上一圈淀粉就好了。放油里炸，炸成狮子头。油温五成，下锅炸。五哥，五哥，这个什么？叫什么？肉丸，五个饺子。哇，隔壁小孩成功了。隔壁家小孩都成功了。我这个面包方炸鸡两面金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饿了，快点儿。好，三二一，八个啪啪啪，三十块钱一碗啊。介绍，好介绍啊，其实各式各样的，还有个小女孩啊。然后这是冲天炮，这么饺子。这个是花里胡哨，这就是正常的饺子。好，五个。六个，这是包子，我只是把包子头给捏长了。我这是心中一颗太阳，世界一片阳光。饿了，四个，这叫艺术。饿了，你也四个吗？嗯，我也四个。七个，心灵怪了。我觉得可以，生产线，生产线。你那怎么还长了个四个？这个，一个元宝，一个我不给你了，五个肉丸，五个饺子，祝你五里门，十全十美。星球大战再送你多少花？哈哈哈哈哈！送你多少？那边是惠灵顿，惠灵顿牛排啊，惠灵顿牛排。嗯，吃我这个饺子，看着啊，你吃到一半，你会吃出什么来？金元宝，看到没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非常六加一。结束。能吃的就没这个。好的啊，结束。